来，老板，手上拿的这个网吧是咱们那个黄金单丝鱼线啊，这是3米6高的网啊。这个网的话呢，这个网线啊，这个是胶丝线，也叫鱼丝线啊。这种线的话呢，它啊好撒开啊，而且呢下水比较快啊，下水快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这种网啊，上面底下吧做的这个坠子啊，它做的是这个铁链坠，看来铁链坠啊，无缝链条啊，还是没有那个开口的啊。然后环环相扣啊，好理好撒，而且呢，网它也做的是个加重啊。咱们这个网盘啊，有很多人在问啊，这个盘子容不容易坏啊？说实话呢，正常使用啊，我们是没有说把这个盘子给玩坏的啊。啊，一般来说呢，你也不用担心盘子的问题，是不是？这个网的话呢啊，兄弟，咱们手上这个网吧啊，我们做的都是大网啊，大网来改小网做的网啊，所以说呢，咱们的网顶上面啊，最上面这上面的话，它的网线才会比较多啊。网线多的网啊，它才能够做到开顶的效果啊。咱们这种飞盘网吧，有很多人做的是小网一做的网，而咱们这边都是大网一做啊，大网改小网做，它这个网才能开顶啊。而且咱们这个网的整体的这个重量，看到啊，3米6的网啊，小盘的话呢，一般做的重量是大概在10斤半左右啊。像这条网吧是一个大盘啊，这条有将近11斤啊。但是呢，大盘小盘吧，它同样的啊。啊，链条重量是一样啊，就是盘子重量有点区别啊。哎，咱们来撒一网，看看咱们这个网的这个效果啊，看看好不好撒，是不是？来了啊，一推一摆一转，看吧，轻轻松松啊，一撒全开，是不是？这个网的撒开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，看没？至于你那里有3、4米远，能撒得过去吗？可以。啊，还往前面吧。哎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没关系。我现在没上去了。要扫的地方啊，来，朋友们，看表哥来撒一网啊。反了。啊？还反了？有没有两个？有，一个两个应该差不多啊。对，多了可能不多啊。这还在好好吃。看到鱼了，好像是。哎呦，哎呦。哦，一个有了，一个，一条，两条。两条，这条小了，这条小了，这条可以。好，好，这条不能动了。大的有几斤啊？大的应该4斤左右，差不多啊。嗯。这条应该是2斤左右。嗯。草鱼。这草鱼。拿起来看一下，表哥，这个草鱼好像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啊，很瘦的这个。来，拿起来看一下，表哥。